蔡英文拜托大家像支持蔡英文一样，我们支持赖清德。蔡英文在做的事让赖清德继续做，蔡英文来不及做的事让赖清德帮蔡英文继续为台湾打拼，好不好？1月13号支持赖清德，延续八年来蔡英文赖清德一起创造的蔡英文路线，让世界继续信赖台湾，好不好？是不是请歌手，是不是请歌手，大家是否给他们掌声鼓励，感谢他们为国家的未来准备回家投下这张神圣的选票，给他们热烈掌声。各位朋友，还有一张政党票，拜托大家6号民进党，好不好？总统、副总统、区域及不分区立委，3票都投民进党，好不好？我们的不分区都是跨党派、跨世代及跨领域的优秀人才，例如今天晚上在场的郭玉琴委员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过去大家都知道他是麻辣鲜师的万老师，但是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影片？有没有？这个人在这里，在那里。各位朋友，我们是不是一起来支持万老师进入国会，让真正支持台湾的力量可以成为国会的稳定多数，好不好？陈俊翰委员，他先天罹患脊髓性肌肉萎缩症，没有办法活动，但他没有自暴自弃，一路拼搏，律师高考第一名，也有美国纽约州的律师执照。他当律师不是为了要赚钱，他要当人权律师，为罕病家庭的权益来打拼，心存善念，永不放弃。俊翰的精神令人感动钦佩，他说对不对？还有王立川，他的名次是第几名？王立川的名次啊，第14名。很多人说他不在安全名单上，但是我们的阿川说，王立川在哪里，安全名单就在哪里，对不对？这段时间抢救王立川大兵，专攻烧肿，现在每个人都知道政党票要投给民进党，让王立川进国会，对不对？大家给王立川一个最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还有很多很多优秀的立委候选人，原谅我没有办法一一把他们的故事告诉大家，但是我跟大家保证，我的名单就是最好的名单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立委不会把前建的机密泄露给外国，也不会有人侵占国家的土地盖豪宅，更不会打警察，也不会跟 K 道牵扯不清，因为我们的提名标准比法律的规定还要严格。因为民主是我们的信仰，进步是我们的价值，我们一起为台湾的未来，为国家的存续全力以赴。如果你们觉得过去8年做得不错，让台湾变得更好，拜托大家3票民进党，
让有经验、有方向的团队继续做下去，我们一定做得更好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对国庆八年不够满意，希望台湾可以更好，那我更要拜托大家，三组候选人里面，只有赖清德跟萧美琴做了充足的准备，并提出国家希望工程，让我们来做。我们会持续检讨改进，台湾一定会比过去更好，好不好？不要犹豫，不要分票，不要配票，三票民进党，对台湾最好，对对对。我也要拜托现场的好朋友，收看电视机和网络直播的好朋友，再帮我和美琴拉一票，拉两票，拉三票，每一票都是团结台湾进步的力量。后天美德双前，稳健向前，后天国会过半，改革作伴，好不好？后天出去投票，一定投票三票民进党，我们一起迎接胜利，大家做会表，到明天合作，到明为台湾一定拼下去，合作，拜托大家。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啊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吃了两三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。那你知道，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
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Dea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